各位父老乡亲，国难当头，日本人猖狂。我们是秦木关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为了振作士气，我们将来为大家举办一场弦乐四重奏音乐会，给大家演奏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 那个四川琴音喽，哎，来学八万别急哦，要不要得？听说你听川剧那个变脸嘛，要得。我们学的是西洋乐器，不会变脸。 没事，我马上找地方躲起来。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四重奏。大顺，我有点紧张。那个瓜娃子，关键时候让趴了。哎，别怕，你就跟着大顺就行。不是，我手抽筋了。刚才跑太快，我就抽了。真瓜？让我加入。替他。啥？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迪。 这把琴真的呀，可惜传声不在，没办法亲眼看看这把神器。我们可能遇到高手了。
个狗子，擦擦擦！不是扔的，把窗户都挑我去擦擦擦！够了！就这个，拉住。他还是个孩子。你的家人呢？已经不在了吗？你叫什么名字？你有亲戚可以投靠吗？别再偷东西了，会挨打的。如果听到警报，就跟街上的人群一起朝防空洞跑，知道吗？你先跟我住一阵子吧，然后我们再想办法看看。啊，我是国立音乐院的学生，我叫陈传生。我们宿舍啊，有个叫大顺的家伙，他是拉大提琴的。哎，小家伙，你听过大提琴吗？这是大顺的床铺，这是侯坤的床铺。你啊，叫他侯哥就行了。这几天你先睡我的床吧。你叫什么名字？小 C。小西，好名字。
何教授，今天的早报您看了吗？泽源呢？还没有。怎么了？昨夜的空袭很不寻常，规模之大，力度之广泛，都是历次轰炸中非常罕见的。这三天一小炸，五天一大炸的，你还没习惯呢。我听说欧洲很多家音乐学院邀请您去做访学和教学，您为什么不走啊？我儿子在国外，这边总得有人留下来。可您是音乐家，不是士兵。音乐的力量和子弹的力量都是构筑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就像死亡与救赎不可分离。你怎么想起跟我说这些？何教授，在昨晚的轰炸中，我们国立音乐院有十几个学生失踪了，其中有四名是您的得意门生。小西，我去上课，你在宿舍里等我，听话。陈胜出事了，走，快去大礼堂，走，快，快！同学们，就在昨天晚上，重庆再一次遭到日本军机的轰炸。我们沉痛得知，在轰炸中，有国立音乐院的学员失踪，或可能丧生。所有失踪学员的名单已由各班教导整理上交，学校正在通过市政联络，在各大医院寻找我校受伤或死亡学子。赵德顺、侯坤、李存善、徐丹、王德凯、李玲、张志良。反正来吃点东西，不吃饭哪能行？不吃饭哪有力气活下去？不活下去怎么和日本人斗啊？咱们还要等到他们战败的那天呢。大顺侯坤跟船生一个宿舍的，船生心里肯定不好受，你就少说几句。小家伙来吃馒头。你也来了。陈传生，过来一下。我想请你们俩帮个忙。咋了？帮我照看一下小西，我要出去一趟。这小家伙跟你什么关系啊？何忠臣教授找你什么事儿？去医院认尸。防护的楼上，让人失望，大量市民相互踩踏致死。记者张问主管防空建设司令袁墨将军，墨将军无可奉告，看报。看报，看报，防护的楼上，让人失望。啊，你好，我们是国立音乐院的。
跟我来。防空洞坍塌时，你们国立音乐校的学生正在演奏，当时被砸到了好几个，不过好像有个年轻人幸存下来了，你们去看看吧，他现在在病房。好，谢谢。在这里。护士你好，我们是国立音乐院的。先生，您醒醒，有人来看您了。哎，慢点。护士小姐，您误会了，这位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你怎么回来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就差一年毕业了，你就不能再等等？我已经不能再等了。你是他们的同学，我父亲的学生。嗯，我叫陈传生。我听父亲提起过你的名字。你是作曲系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也是青年钢琴家。听说轰炸时，你们还在演奏。我有幸和他们演奏了最后一曲，柴可夫斯基第一弦乐四重奏。那是一首伟大的作品。是的。春生。几个大活人说走就走了啊。小溪，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大顺吗？他叫赵德顺，是我最好的朋友。Thank you.
才24岁。几天没见，你都有孩子了，藏得够深呀！你说什么呢？大家坐吧。肖邦，肖邦晚年生活的非常孤寂，痛苦地称自己是远离母亲的波兰孤儿。他离开祖国18年后病逝，临终前嘱咐亲人把自己的心脏运回祖国。相比之下，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中大多数人可以死在自己的故乡，死在中国，但是我们也是不幸的。日寇猖狂，国难当头，世人不得安宁。我们有几个学生在大轰炸中失去了生命，但我们音乐院的师生不能就此停止脚步。有生命就有音乐，有音乐就有希望。我希望所有的人放下悲伤，迈步向前。请大家将书翻至48页。今天我们讲维也纳乐派。何教授，我想知道，如果肖邦有儿子，他会不会希望自己的儿子回到战火中的故乡波兰？何占理，世界上没有如果，只有结果。肖伯当并无子嗣。既然如此，何教授，那请您继续吧。我记得你是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辅修小提琴。并不是重庆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请你马上出去。我已经办好了转学手续，目前是国立音乐院作曲系的一名正式学员，辅修小提琴。请诸位同窗多多指教。陈传生，上课怎么还带个孩子？成何体统？老板，老板，亲友吧。中国刚刚建立起音乐教育系统，一切都不完善，
你就不能再等等？我对你寄予厚望，期待着你们这批留学生归来，振兴国魂。你目光短浅，怎么能成大业？父亲，我想回来和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时刻。我坚信，我们的民族一定能够胜利。你跟你姐姐一样固执。你准备像对待我姐姐那样对待我吗？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你晚上有时间吗？秦叔。这小东西是哪来的？我捡的。捡的？喂，叫声秦爷爷听听。他不说话。哦，哑巴。不是，他不爱说话。哦，懂了，这儿有毛病。以后别再通过我夹击这些琴谱了，我可是正经商人。秦叔啊，秦叔啊，这一份黄河大合唱的谱子是专门托人从延安抄寄过来的，这下可算全了，托你老人家的福。你们那个爱国乐团最近没上街头演出了吗？大顺他们几个在大轰炸中不幸牺牲了。哎呀，你们这些学生啊，你也别太难过了，这人呢，各自有命。你们整天爱国爱国，到了能给自己落下什么呢？还不如跟我学做生意呢，到手的真金白银，那才是正经事儿呢。你说你捡这个小东西干什么呀？你自己还是个学生呢，管他吃管他住，图个什么？先生，各位女士，我想向大家隆重地介绍青年音乐家、著名的音乐教授何忠臣之子，我的青梅竹马、刚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何真理何先生。能否邀请这位知名的作曲家和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为我们大家演奏一曲啊？倒不如请这位何公子演奏一曲《玫瑰玫瑰我爱你》，再由许大小姐献舞一支，哎，正可谓良辰美景，佳人美酒，浑然天成嘛！啊！孙便请莫公子赋词一首，中西合璧，岂不妙哉呀？哎呀，我说齐局啊，你真是折煞小弟我了，不才。写几句现代诗还是可以的，好歹也认识郭沫若先生嘛。涂鸦过几句现代诗，不过要真说到这古诗词嘛，那可是万万不行的啊。何公子，请吧。我不会。你们平时就是这样度日的吗？在轰炸中，在平民血肉染红的城市里。真理。莫怀玉是卫戍司令的大公子，给我个面子吧。不知道何真理先生的试奏能力如何？
无障碍。我这里有一份刚得手的乐谱，抗战音乐，不知道何先生有没有兴趣一起演奏一次。这位是，这位是国立音乐院的陈传生，我父亲的得意门生。啊，失敬失敬。恭敬不如从命。相逢果然是不同。公子，不知道你想要点什么？你这洋火行品种挺齐全的啊。那是那是，现在打仗不方便，以前我们的货都是从广州、上海直接进，我们家大掌柜的路子广，全国都有店铺。不知道这位公子你想要点什么呢？看样子你是个万事通喽。我只是个老伙计。行，那就来两盒仙鹤牌洋火吧。哎，好嘞好嘞好嘞。来来。我回家拿点衣物。你们回家住哪儿？我申请了住校。听说你受邀参加了许家沙龙，曼婷是大闺女了。是的，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这种沙龙，我根本接受不了。父亲，您也经历过的，对吗？是。这里，我追求的不止于此，我的音乐是梦想，更是利剑，我会追逐这个梦，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你的这番话，这些梦想也好，雄心壮志也好，我从另外一个青年那里也听到过，陈传生。
你们两个就像同一个熔炉里炼出来的剑，可强极必辱，做梦容易，梦醒难呐。真理政治虚浮而漩涡黑暗，你满身才华，为什么要深陷于此？为什么不能做一个纯粹的音乐者，去追求音乐的本质？在我看来，音乐的本质就是生活和生命。父亲，这世界上有很多的道路，我们目标相同，路却不同。您不能强求我，正如我不会强求您一样。可你年轻气盛，不懂得在这个世界里生存的规矩，在这个社会里，你孤身一人，必定前途艰难。我不孤单，我已经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了。你，我是不是已经老了？好像永远也说服不了你。和你姐，眼睁睁看着你们坠落、受伤，甚至死去。我被分到这间宿舍，以后请多多关照。太好了，欢迎你。我听说陶行知先生在外面办育才学校啊，正在招收学童，不如让小溪去试试。不知道小溪他愿不愿意啊？小溪不见了。小山，找什么？小溪不见了，你们俩快去校门口看着，别让他跑了！快去，快去！走走走。为什么在这儿？是不愿意去学校吗？哟，泽延修，您贵为警部要员，你怎么会认识我呀？哎呦，哎呦，齐四弟，泽延修啊！你怎么你？没想到，哎呀，你跟在北平读书时候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你看，那个时候我们诗社的五兄弟啊，就你最风光了，真真一个校园的风云人物嘛。哎呀，我是没想到你后来怎么学音乐了。您当时也是性格内向啊，我也万万没想到你投笔从戎了。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卫戍司令莫相成的大公子，莫怀玉，莫大才子。这位是孟泽远，孟先生。啊，久闻孟先生大名，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呢。幸会，幸会。过奖，过奖。好，来，请坐。哎呀，这不知道这齐四弟今天怎么忽然想起我来了？也没什么特别的，这不。听说你老兄在国立音乐学院授课，就想见你一面。孟先生，不知您是否认识一个叫陈传生的学生？认识。
是陈传生的老师，你叫小溪。你这是要监视他们？哎，不不不不不，这哪儿叫监视啊？只是他们最近行为不妥，我很担心。按理说呢，现在国共合作正在谈着，也不关我们什么事儿啊。只是他们公然演奏从延安传过来的《黄河》，你看这事儿，棋局果然是在其未谋其政。可惜呀、啊。孟某，万难从命。哎，师兄，师兄，何必着急走呢？我们不如就摊开了说吧。这事儿嘛，可大可小，我们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就是想请孟先生帮个忙。我记得孟先生你一向以君子自居，却不知陕西老家的原配和莫干路十二号的红颜知己，现在可都安好？哎呀，莫公子说笑了，孙远兄不必在意啊。我看这样吧，你再回去考虑考虑。来人，送客。给脸不要脸，枪顶在头上，就什么都好办了。哎呀，莫老弟，淡定。孟泽远这个人呢，颇有一些文人的酸腐之气，却又生性懦弱。我看这事儿啊，准成。哎呀，重庆现在各大院校的学生呢，蠢蠢欲动，文化界又大有翻天之势，是该咱们出手管管了。我知道你主修作曲，我修钢琴，你的钢琴造诣很高，一定花了不少功夫吧？是啊，每天四小时练琴，风雨无阻。哎，对了，今天晚上有空吗？我们去看话剧《屈原》。好啊，郭沫若的《屈原》啊？是啊，太好了，我期待已久。太精彩了，果然是杰作。走，我带你去见刘学安先生。真的？走吧，我还骗你不成啊。这里是重庆的一个进步文艺据点，里面有很多你想认识的人，至于进去还是不进去，就要看你的选择了。刘先生，真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话剧《屈原》的配乐刘学安先生，这位呢也是我们国立音乐院的教授陈田鹤先生。何真理，哎，他可是何老先生的爱子啊。哦，小的时候我还见过你呢。啊，不记得了？你不记得了？刘老师，我们刚刚去看了话剧《屈原》，心里非常激动。哎，可是啊。哎，刘老师，你可是个福将啊，你带真理来是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要等到马思聪先生在的时候来啊。来，我来给你们介绍。好，来来来。马先生，我们的创作课刚上过您的作品，还专门做过曲式分析，尤其是您的思乡曲，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你们才是后生可畏，我是愧不敢当啊。马先生，我听说您最近一直在西南一带演出，我们国立音乐院的学生想组织一场万人大合唱，为抗日发声，为抗日呐喊。不知道马先生，您愿意参加吗？我倒是很想啊，可最近事务繁忙，不一定能腾得出时间，怕耽搁你们。真理啊，你爸同意你来参加这个活动吗？
不，他明确反对。我在认真考虑他的建议。我好像让父亲伤心失望了。从长计议吧。这个事情，你们打算具体怎么做？我们原来的爱国乐团其实已经排了一些曲目，但是现在人不齐了，所以一切要从头开始。关于演奏者、演唱者，我会去各个高校做动员。好在我们一直在做学生工作，也有群众基础。这么大的工程，这么冒险的时局，我赞成何忠成教授。虽然我与他只见过两面，但他坚持将音乐和政治分离，只让音乐和心灵相关的观点，我很佩服。我们没必要夹在政治的夹缝里去做这些无谓的呐喊和牺牲。我倒是觉得陈传生的想法很好，用音乐去激励鞭策，让痛苦和欢乐呈现出来，进入灵魂，这是我们的武器。您说的太好了，夏先生。传生，我支持你。刚才提到思聪的思乡曲，徐石先生呢也有新诗问世，我看呢不如你们俩合作一次，让我们大伙儿感受感受艺术之美，怎么样？像水花的飞溅，我们的活泼像鱼，我们像光荣的日子游泳过去，我们是在光荣的日子里游泳，我们有个恋爱，我们是死的恋人，我们和死有了一个婚姻，他已有了一个孕育，这便是新的中国。中国，陈生，我想和你谈一谈。我好像让你失望了。事实上，回国以来，我也让我自己失望了。我带你去个地方。姐姐，很久没来看你了。自你离家后，我们姐弟再也没有见过面。父亲虽然责怪过你，但你毕竟是他女儿，也是他最钟爱的学生。他对你早已经原谅了。我们爱你。希望你在天国也有音乐相伴，姐姐，
真的很想念你。我姐姐她当年为了自己的理想和爱情，离家四年。这件事狠狠地伤了父亲的心，而现在的我依然没有顾及父亲的心。怎么，父亲他其实并不是反对我回国，他是希望我学成之后归国，可我太着急了。我的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无法袖手旁观，我以为我做的是对的。川生，我和你不一样，你有热情，你务实，认准的事情绝不回头。可我想的太多，却又做的太少。也许我真的只适合做一个演奏者，或者作曲家，与音乐相伴。真理，你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回到故土。你勇敢而无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让我们的音乐梦从这个万人大合唱开始。可我的内心会害怕，我怕我会像我姐姐一样，追求的只是一个梦境，梦碎之后陷入虚空。不，不会的。真理，你对生命的期待很高，并不意味着你一定会失望。我们和我们的民族确实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但这一切会过去的，会被铭记，会成为光荣的历史。何教授有一颗赤子之心，他对你只是关心则乱，有一天他一定会理解的。真理，和我一起重新振兴我们国立音乐院学生乐团好吗？大栓他们几个走了以后，我不希望乐团就此解散，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做利刃，抗战之不胜不休。好，不胜不休。哎呀，小溪呢？不好，小溪发烧了。幼儿在成长中发烧也是很正常的，现在也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多喝点开水，现在不用治疗。医生，哎，医生！先生，请您保持安静。曼婷，你怎么在这里？我学过护理，在这做义工。你们谁生病了吗？小孩发烧了。哎，对了，你们这儿怎么不给发烧的小孩开药啊？你儿子吗？你已经成家了。我当他是我儿子。可他不肯叫我爸爸呢。药水给你，药水是甜的，补充维 C 可以帮助他增加抵抗力。还有这纱布是进口的，里边有药，回头弄湿了给他敷在额头上，能够帮助他降温。太谢谢你了。曼婷，我们住在国立音乐院，你要不放心这孩子，可以过来看看。嗯。哇，好帅！不是我们学校的，四川农村的音乐系的。啊，不是我们学校的呀。不是我们学校的。听说你们想找我们兄弟加入爱国乐团，组织万人大合唱。是的。很好，想不到你们堂堂国立音乐院也有求到我们川东师范音乐系的一天。你们的演奏厅在哪儿？他们这是在干嘛？我想他们可能是来踢馆的。哎，雪儿，何老，何老，哟。你们两个这是，何老，好些日子没见您了，您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啊，雪安呐，
听说你作曲的《屈原》最近走红重庆城啊，祝贺你啊！可不是嘛，许安呀，也算是从何日君再来的阴影里走出来了。是，何日君再来的指控完全是文泽宇。许安，我们做教师的还是要远离政治，这也是我一贯的主张。何老，今天我和田开来找您，就是想和您谈这个事儿。哦，何老，何老，我听说您对陈传生和何真理打算重振学生爱国乐团，组织万人大合唱的事情并不赞同啊。这两个人，一位是您的得意门生，一位是您的儿子，您的反对让他们很难过呀。是啊，我和田鹤有幸和陈传生、何真理交谈过，他们确实很热血冲动，但绝不是乱来，他们是有自己的想法。坦白地说，他们对抗战的热情和对音乐的理解很是震动。不仅我，夏衍、马思聪、盛嘉伦，他们都觉得这两个年轻人或许代表着中国音乐乃至中国未来梦想的希望，所以我们想请您给这些孩子们一次机会去支持他们，也让我们这些当教师的去学习一下。一起去看看，去看看，走，走。听说你们很是看不起我们川东师范音乐系啊？没有，打嘴仗没意思，想找我们组建乐团，先要看你的斤两够不够。不是打着爱国乐团的旗号，就什么水准都可以蒙混过关的。哎，这我听说赵德顺可是号称国立音乐院的第一大提琴。我一直想跟他会一会，逗一次气，只可惜啊，可惜人已经不在了。赵德顺他们几个为了让音乐走进市民生活，以音乐鼓舞国人抗日，真切地奋斗过。他们是身体力行地实践了音乐的意义。这一位和大顺他们几个最后演奏过一次，他活下来了。现在我们想把这个学生乐团延续下去，将我们国立音乐院的原创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西洋乐器融合起来，成为抗战时期支撑中国人民信念的一面旗帜。哼，融合吹牛谁不会啊？至于这位何真理何大公子是不是仰仗何教授的名声，那就很难说了。听说你是在国外混不下去才回来的，我这只是听说啊，你别当真。什么叫混不下去了？听说的就能乱说啊？陈传生是何忠臣教授最出色的学生，何真理那更是年少出名，你们可不要瞧不起人。对，何教授是名师，可我们这里谁不是师出名门？杜涵，读过莫斯科音乐学院预科班，郑长学曾受过马思聪先生的指导，说出来正死你们！不要说了，直接斗琴吧。Thank you.
曾经的轻浮，我仅代表川东师范音乐系的学子正式加入学生爱国乐团。好，我们也加入，你们欢迎吗？刘先生，陈先生，奏得畅快，听得痛快。阿老，您愿不愿意一起来扶这些孩子们一把？何教授，雪安呐，你真是有心人呐，都到我家来坐吧，看看我们还能做哪些事情。小西发烧了，一块把他带过来。你们呐，本身就是孩子，还带着这么个小小孩子。演奏这块我觉得问题不大。川东师范音乐系和我们国立音乐院联手的话，专业性还是有保证。嗯，在乐器上，咱们可以做一些因地制宜的调整。但是演唱这块，一定要万人吗？我和传声讨论过多次，《黄河》这部作品主要是在于唤醒民族抗日必胜的决心。这不仅仅是一次音乐表演，还是一次战斗动员。我们要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年轻的学生，会唱歌的主妇，懂音乐的老人，学音乐的琴童，我们还要整个社会都歌唱，听到黄河。是的，就算不一定有万人，我们也要最大化的动员全社会。重庆正在经历日寇的疯狂轰炸，信心和意念绝不可动摇。对于我们而言，音乐就像一把利刃，在精神上构筑防线。说得好。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女儿的作品？她的作品从来没有发表过，只有我和真理才知道。你到底是谁？来，你跟我来。 你认识他是谁吗？妈妈，婉瑜，我的婉瑜。 我已经把你的作品埋葬在了坟墓，我以为有生之年再也看不到，再也听不到。老天，你为什么要这样？从你弹出的第一个音符，我就知道。 婉瑜，他留下了生命。船长。 最近，陈传生和何真理奔走在各大高校，联系了一些学生和音乐人，筹划黄河大合唱的演出。好，郑远雄啊，你也不必内疚啊，这也不算什么告密嘛，我们只是了解一些情况。不就两个学生吗？能有多大能量？人、钱、关系。 他们什么都没有，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可现在麻烦了，这进也不行，这不进也不行。你说这些学生啊，老齐，这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我呀，自有妙计。莫公子，你要干什么呀？他们不过是一些纯良学生，凭着一腔热血。行了，孟泽远。 令公子可是在教育部当差呀，我劝你还是万事小心点，丢了饭碗是小，连累了家人可就不好喽。你卑鄙！ 这个感觉不对。黄河是民族的怒吼，是充满激情的抗争。弦乐进入声部时，要击亢，同时钢琴给予衬托。乐器与声乐歌唱的融合，就像高山与海洋的对话。 你们声乐是怎么回事？你们这几天没有好好练唱吗？你，还有你，节奏错了，音准也不对。
何教授他们几个跟中央大学的打架了，这两天没练琴。为什么打架？央大的学生是学理工的，嘲笑我们国立音乐院的学生只能沉醉于靡靡之音，不能为国做贡献。他们毕业后能研制飞机大炮，说我们只能与音乐为伴。我们不仅仅是与音乐为伴，更是在痛苦苦难中的挣扎与歌唱。越是黑暗的时光，越需要灯光照亮前行道路。在重庆，天涯何处无芳草，在青木关，在国立音乐院。算了吧，音乐就是这盏灯。你当我是为了个人私情啊？是，我是看不惯陈川生，他们把动静搞那么大，真以为吴伯超、何忠臣能顶得住压力吗？哼。孟先生，您找我？川生，您是？哎，你们是什么人？跟我们走一趟吧。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在校园里绑架吗？到了警部，再交代点好事吧。何教授，不好了，川生出事了。校旅游是吧？带进来。你说说，我为什么要抓这位青年才俊呢？因为你通过我走私烟土获利。秦叔，你，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别瞎折腾，好好读你的书，弹你的琴，要不你跟我混做生意也行啊。你看你现在，害得我跟你倒霉。行了行了，带下去。何老，打听清楚了，是贵处司令莫向山的大公子莫怀玉跟警部的齐时珍搞的鬼。他们盯程传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次诬陷传声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了。吴伯超校长也正在为此事奔波。我们可以发动全重庆市的文艺界人士共同保陈传声出来，大家都过来签名吧。很快就是黄河大合唱的演出了，时不我待，我就不相信重庆政府会和我们整个文艺界闹翻。对，走，来来来来，听，现在教育部他们也在过问，怎么能光凭几句口供就把学生给扣了呢？他们也在要说法，不放这个人，我死也不放。全体警命，全民上书，我看他们还能搞出什么幺蛾子。Thank you.
我会让莫怀玉放人的。你？他之所以这么对待陈传生，完全是因为我。我已经将此事告诉家父了，想必家父和莫司令的交情，他也不敢造次。太好了，曼婷，你是不是喜欢他？喂，啊，父亲，是，我没有，我。在今天的演出中，不仅有我的同事，也有我的学生，有众多素不相识但充满热诚的人们。我们要呈现的不仅仅是音乐，更有我们民族不屈的灵魂。师傅，快点。